大家大汉了后，一定会有在众人面头前演讲的机会，咱会当先练习。像我这种人，只要点点啊叠边啊恰衫就好啊。遐个我无厉害的代志，是毋是唔管怎拢爱完成啊？亲情敢若无迄个物件？啊，迄个物件在叮当。到底是啥物啦？一个八个，唔同玩啊！都是恭喜大喜大！